大家微笑，诸花主，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佛一教经，那么讲第二个内容，也就是说欲方一不对治。那么经典上这样说道：此无根者，性为其主。自古汝等当号自性。那么看起来就是自己无根，在不断的缘起无尘而放逸。其次呢，朝中者不是外面的任何东西，二是里面的自己的心。那么我们的心呢，就是好比骑马的人；我们的无根呢，好比马。那么守性的去世，这个马。才东南西北到处奔驰的，所以呢，要从根本上自知无根放逸，那就一定要制服自己内在的性，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要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心里既有善心，也有恶心。如果不治好自己内在的心，并且呢，让贪欲当家作主。那么就会使身心完全陷入错乱当中。我们的这个心呢，好比一个国土，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心调不好了，心里的盗贼都成了两逆，听你的智慧。如果没有调不好心，那么毁灭你的就是自己心里的烦恼。所以呢，任心为畏，盗心为畏，也就是说。任的心是危险的，道心呢是微妙的，所以呢，大家需要知道，恶业是自己的心造的，堕地狱啊，堕恶鬼啊，堕旁生啊，受三恶趣的苦受，也是自己的心所导致的。那么，同样，自己真口意做出种种恶劣的行为，并且呢，发出种种的颠倒啊、狂乱呐、啊。损害自己，损害别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由自己内在烦恼所引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性为其主的意思。那么总而言之，众生自己无本，是以自己的心为主。个人呢、家庭呢、社会啊、国家，乃至整个全世界，一切都是呢一心为主。心就是全世界的宙性，如果调伏了心，那么就调伏了一切。所以呢，伟大的释尊佛很殷切地教导我们，要好好制服自己的心，日日夜夜做关心自信的工作，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而且这里说当号自信，这个号就是翻翘的意思。包括认识自己内在心脏有哪些成就三昧的障碍，这些是怎么障碍三昧的，后果又如何严重等等。那么一旦有深刻的一个认识，就会主动的去对治。那么对治的好，自信呢，贪欲放逸，就能深入三昧。那么我们需要清楚凡夫。内心上的障碍有三种，一个呢就是心心差别障，而一个呢就是性根不调障，第三呢是自助功德障。那么一次呢以心心差别障就会障碍我而念三昧，以这个性根不调障，它会障碍调柔不动三昧的境界；以自助功德障呢就会障碍。许多功德上面，那么大家就需要明白，当好自信不是喊口号，二是呢，切实的看到自己内在心上的种种烦恼病，认识了自己的心里有很大的毛病，然后呢，想方设法去调伏，才能入到三昧的定境中，开发智慧，成败解脱。不然，没有治好内心的病呢，就始终
未雨受苦，就会不断的增长盛世，不可能真正解脱的。所以呢，这里大慈大悲的道士佛陀讲，是无根者心为其主，是故入灯当好自性，就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呢又说到，性质可为生于毒蛇恶兽猿飞打火月衣为助于也，大家需要清楚，这就是指心心差别障。那么我们担负的这个狂心非常可怕，已经超过了毒蛇恶兽猿飞打火蔓延。那么一般来说，这四种东西都很可怕，其中被毒蛇咬了回毒蛇，被护狼鱼霸回妖蛇，碰到原罪回损坏财产以及正义。另外呢，大火焚烧回烧毁房屋财产，回烧自身。但是呢，我们凡夫内在的心比这几样东西还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东西啊只是一次性的现象，而我们内心的烦恼确实缠绵更深，只要没有得到根治，那么尤其是不了解无我空心，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顶多呢只能辅助。那么以这样的原因造成我们从无始到今生至今无量无数轮回的一个苦。我们在轮回里面一生一生的受这么多苦，造成这么多的灾难，就是源于贪嗔痴烦恼。所以呢，内在的心不调伏，是由于有差别障。这个里面呢，包括了贪欲啊、嗔恚啊、欲痴等各式各样的烦恼。如果在心刚一生气的时候，能付出各种的烦恼，才会如无二念三昧境界当中。如果不扶助，那么内在的心呢，始终在不同的心源里面起各种的烦恼，忽而生贪，忽而生嗔，忽而生什么，一直呢缠缚在烦恼妄念里面，这就是障碍三昧了。因为这个三昧是无二念，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内在的心是不波动的，而且呢是平等稳定的。那么如果想为什么没有平等没有稳定的一个心境呢，就是因为内在心里有障碍了。损性的心一来就起贪欲，就像毒蛇一样吸食自己的善根，那么微性的一个精一显现，又把它成慧，就像梦兽一般痛快善根。没有损没有利的境的时候呢，又落在愚痴当中，也是呢瞬间善根。有时候呢贪嗔痴没有哪一个特别强，三个是平等的，这种状况也是呢骤变焚烧自己的善根。那么这样内心动荡不定，就障碍了无二念三昧。所以呢大家要认识到，也就是说自己损境愿不断不断的真心动念，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障碍，这是呢极需要自治的一个地方。否则这个内在的烦恼心特别可怕，比毒蛇比恶兽啊猿贼啊盗火月影远远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危害性。所以呢求戒错出现呢，人人要认识烦恼是尊重的过患，在如理的对峙自心如导三昧当中，才有希望见到究竟的法性。那么所谓的预防于苦，就是指如果我们放逸，就会像过去受无量次的苦那样，未来呢还要受无量次的苦啊。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内心的贪欲没有自负，一直呢随着贪欲妄动，就有无休无止的一个恨事。那么人人知道了这一点后呢，真正的修行呢应当呢向内降服自心。如果心没有降服，那么事事都有危险，一定会造出无量的烦恼和业
以及圣子。如果心真正降服了，就真正的安乐，就真正太平无事了。尼库德勒的刀围就在这里。那么离开了自己的心，修什么呢？心里没有烦恼，说一个修字也是多余的。啊，就是因为心里有很多妄气，这些虚妄的分别已经传习成心，它是很坚固的一个颠倒的惯性。一碰到刻意的任何事就会弹住，不刻意的任何事就会排斥。那么像这样内心妄动的惯性非常强，如果有光照的力量知道它就是虚妄，能够歇得下来就会解脱的。所以呢，这里每个人怕的不是什么其他的毒蛇啊、恶兽啊，或者是原贼的，真正怕的就是自己内在的贪嗔痴，这样的三毒为首的烦恼，这是最可怕的。因为彻底毁灭你的，或者说依靠这些呢，造出无量的业啊，千千万万劫都会流转生死，而且生死当中呢，纯粹就是一个苦，没有真正的安乐存在。而且这样的话呢，生生世世当中调伏不了自信，因为意志烦恼加烦恼穿系的根深蒂固，那么没有相互自信的烦恼，那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脱。所以呢，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烦恼。所以呢，我这样书生的教诫的要义啊，每个人要认认真真的学习，而且呢依教奉行，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就依教奉行，就按佛怎么做就这么去修行，这是真正的修解脱道的一个证了。那么不可思议的道是佛陀又通过譬喻来描述这样的问题。所以下面经典上又说到了，譬如有人受之迷起，洞钻群兆，但观玉米，不坚深坑。那么这就是指第二个，也就是说轻动不挑战，通过壁来做妙术。好比任受流或做迷气不断的躁动，那么他的眼睛呢只盯住你，见不到眼前被草覆盖的深坑，所以呢很快就掉入坑当中。这里说逆气比喻我们无根受用无成的快乐。那么受之就是手牢牢地抓住这个逆气，这个呢就是比喻我们的贪心不断地圆去无语的心。这里说动钻心造，就是眼胆更是一直跟随无根在境上面动转，一间定不下来。单断玉米不坚正开，就是指我们的六识之原作现世流程根本不知道未来的障碍。那么这个障碍一个呢就是深处的障碍，而一个呢就是修一切性之困苦不能成就的障碍。那么我们凡夫的无根接触到特别虚幻的声色单的时候，内在的心因为有快乐，所以呢内在的心呢就不断的去心，然后呢镜像不断的转换，那么心识就不断的去向妄动不异，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东转的意思。那比如一个人一待在电视机面前就被吸引住了，动都不想动，因为电视机膜特别好看，他现在已经站坐在上面被人离开，就想受你呢金我迷气，因为这生命有天味有快乐，就一幕一幕都不想放过，这就是这里所讲的自去的意思。虽然才看到任的眼睛定住电视，竖着耳朵在听，那么现代娱乐的生活就是达到这个视觉啊、听觉啊、味觉等等的大成，这就是经过很长时间通过高科技灯的手段，把现实中无法见到、无法问到、无法享受到的声色等
居中在一起，人置身其中，能享受到平常生活没有的一种快感，这个时候呢，内在的心就会完全被贪欲支配，牢牢地坐在心上面。这个消息里面念念不断的圆桌甚色动转，那么十来年穿习下来，内在的心呢已经有严重的一种躁动症。那么今天这种障碍在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年轻一代，言二圣心不停的躁动，就是妄动传虚孤圣的一个表象。那么我们心里虚妄的心中要认得出来它是怎样平等，这什么状态，这样会发现自己一旦处在庙宇里面，这个贪心就会现行。比如现在看各种的什么各物啊音色啊，那么眼睛呢痴痴的盯在上面不愿意离开，尤其是喜欢的节目，谁要盯着一看就会马上生气了，就是因为心里啊驱胜的贪欲信心，不必要叫反正又快了就想去抓到，不肯离开，这样就造成了心动不跳的障碍，也就是自己的灵智深深的被欲尘埋没了。那么大家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我生死轮转呢？佛在楞严经上面说，是以贪染心这个根本造成轮转的。那么说到底就是看不清六尘，这是虚幻的一个假象，因为呢自作为自用，自作为取到它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就贪心念念的缘去。那这于经历的镜像在不断不断的转变，内在的心就不断不断的圆着镜像去做，那么因缘经就去念，念头不断的起，那么这样不断的动念怎么能见到究竟的本性呢？完全迷了。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终身的苦就是一直在妄动当中歇不下来，如果能歇下来，那么菩提是本来先成的，所谓旷心不懈先见菩提，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需要记住，内在心动得很厉害，已经落在余界当中，连舌界都上不去，不单落在余界当中，大多数呢会堕入善恶趣，未来是很不妙的。那么要看到当下的贪欲，是只想去到眼前的无欲来报偿快乐，这就是极端自私的一个心态了。那么以这样的一个形态造的业全都是非福业，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人呢不会考虑别人，他的动机就是为满足自己的享乐，行为的逻辑非常简单，也就是说先欠的无欲享受起来快乐，当然我要得到，这样哪里会拉出心思来心善积德呢？想这样沉溺在无欲享乐当中，让内在的心一直混乱妄动，那么就造成无数的祸业，也就只有长劫轮转了。那么这个时代以贪欲为主，人们不断不断的享受无欲，贪欲把人的内在的心彻底障蔽了，心里想的口里叹的就只有享乐两个字了，人们都认为及时享乐才是最现实的。其实大家清楚，这是最单数的最弱智的一个问题啊！人的内在的心已经缩小到自人先见用什么东西享受的快乐就是好的，管他什么钱生猴子啊，什么善恶因果啊，什么利益众生，这一切一切都完全抛之脑后了。那么这样内在的心就自求先见的一个享乐，只要能营造出现实的快乐就极力的寻求，有什么事能让自己快乐，就像猎人追捕猎物一样，马上内在的心事就奔赴上学，凡是色身相位
都是那商人自己遵请相守，丝毫不加控制。那么这就是被一个乐颠倒剑完全控制死了，因为心里已经认定这是好的，干嘛要去控制它呢？控制是没有道理的。比如有那个金菜那个芥末，那么难道还坐在这里言观闭闭观信吗？看电影就是求得快乐，难道自观空化泡音让它索然无为吗？这样化纤买出来干什么呢？所以呢，心在这呢，对这个香乐的排除是完全方正的。这样迷失在虚妄的光阴力量，哪里知道你这样狂乱会造成多重的身心的障碍，会造成多少的生死流转？那么以这样的一种放逸，就会造成心在身轻动不翘的障碍。所以呢，心在关键要监察自己有没有轻动不翘的障碍。如果已经安不下心来，非常浮躁，耐不住寂寞，只有曾经在无语里面才能过后，那么只有继续不断的妄动才感觉束缚，那就严重障碍了翘入不动三昧，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佛的这种价值序啊，这样三说乔不烦恼的修法，意志意趣确实不可思议的，也是呢意志前进完全能挑出种种带来痛苦的烦恼，完全可以对着调的。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高度的重视每字每句的内容，而且呢尽量自己呢一教奉心来对着自己的种种的烦恼，否则呢永远都是苦的，没有真正安乐先前的一个机会。接下来呢，我们再解释当观一迷不见真肯这句话。比如你的这个身对这个密很惨，他的眼睛呢自看到眼前的密，除了密无变的世界都看不到了，连在近前被茂草覆盖的深坑也见不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清楚，这个比喻很深刻，一定要用智慧关照当今人类的心理是怎么越来越窄越来越短浅的。今天的人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人的心呢已经穿袭成任何时候都自关心自己的一个相受啊，心思呢 99% 以上都是透在追求先欠的相貌上面，心里呢已经腾不出空间想更深更远的事情了。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呢，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其他都不会想了，久而久之呢，这个心智就被严重的障蔽了。所以大家需要知道，心是要培养，心是要穿戏的。比如谋敲流水线上谋到工序的操作工人，他呢天天就制作这种事，这样子就是知道哪一点，其他都处在无知的一个状况。又像今天大学里的专科教育，假如是学化学就只懂化学，其他什么也不懂，大人则是在这里面久而久之就会让心呢变得非常的狭隘。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迷在现实相乐当中，起心动念都是想这个，比如说今天有了钱，我们到哪去玩玩，去唱歌跳舞，还是去溜冰，去看大片等等，已经串习成这个样子，你起心动念就只会这样想，想不到更深远的方面。因为呢，今天的人呢，能记住一大串迷信的名字和他们的政治爱好，还有发心、布施、从武、成长经历等等，这些呢记得很多，记得很牢。对于历代圣贤的名字啊、传记啊、故身先贤的大经大法，却显得非常无知啊。
所以呢，人呢，如果一直在这个无欲里放逸，这个时候，这个内在的目视就自原作先世的色身相位出发，以迷乱认为这些都是好的、有诗意的，这是该追求的，一直沉迷在这个里面，其他什么也看不到。这就是佛陀经文上所讲的“但观”两个字的意思。那么不见深坑，这就是成了严重的一个近视眼，看不到眼前有身份的一个困境。一旦放纵，就会掉落进去。这是必两种障碍，一个来就是身处障，而一个来就是修一切性之困苦不能成就障。这里有非常深刻的谜。那么第一个深处的障碍，就是指将来会生在很不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每个人这方面要反观自心，如果自己内在的心迷乱的程度一直在加上，那么内在的心已经变得狂乱不调伏，那未来的命运比攀升还糟糕。大家清楚，本来作为一个人，心是非常活跃，不像恶趣的众生，被苦所逼啊，被这个愚痴所逼，心是非常暗钝，没有能力了解很多。比如三趣当中，唐僧呢，连下巴也做不出来，三驾色等于机，在百千万亿的水陆困的唐僧里面去找，没有一个数字出来。三加四在一起，更何况进行八年传道，做各种高级治理活动，绝非旁生所论，更不可能是恶鬼和地狱众生所论。所以呢，人有殊胜的智力，这是极宝贵的一个品质，如果能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世间和出世间的智力都能搞透彻，都能很快成仙成圣，但是搞不好造起业来比旁生要强千万倍了。刚才讲了，身为一个人，能用好的一个教育，思想好好的讯息任意立之心，以接入人天善道作为一个起点，不断的修整好内在的自信，清除掉虚妄的迷字，宪法本有的品德，那么按照这样走，就有能力极快速的成就菩提，极快速的上进。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纳入正道，反而纳入到邪道当中，那也是下恶趣入奸色了。这就为什么讲身处障碍呢？这迷就是认的这个行事活动特别快，那么这股力量如果被无明所驱使，被邪见所推动，那么内在的心识就会像夜马一样在邪道上狂奔了。因此呢，造起业来非常的厉害，不知道比旁生强多少倍了，很快呢就出现深处的障碍了。旁生的心呢好比牛车，人的心呢好比飞机，那么飞机一旦试试，不是深深脆骨吗？又想测量在悬崖上飞奔，是什么名义呢？同样，人的心没有立之驾驭，并且呢受邪见的蒙蔽，那么就自然无语，就是第一好的事。自然众心相乐是人生最快乐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样方中成语造下燃业的数量和程度极其精深啊。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造成身处障碍的意思了。有因上业的状况，就知道果很不妙。那么现在内心是什么状况，就可以退端临终时候是什么状况，中阴时候是什么状况，最后身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活用了这个人生以活跃的一个形式，念念不断的妄动，那么最后变得狂乱不堪，这就造成了身处障碍。狂乱的业造作了，就自会感到恶趣的过报了。这不是外在强加给人的，
也没有任何污染的。内在的心一经乱到这步田地，就一定会下堕的，一定会下堕的。这样我们就明白造成身处障碍的含义。那么第二呢，就是修一切性思困苦不能成就的障碍。也就是说，如果内在心思日日夜夜在无余里面不停的动转，那么一个孝字就已经动了数以亿计的妄念，淡然之间运转的力量传习的太大，怎么修得成呢？按这样传习下去，就出现修任何心都困苦不能成就的一个严重障碍。大家用佛法的智慧观察一下，现代人从小就开始训练用分别心，虽然他的脑筋转得很快，但是呢，身心普遍不健康，缺少福德的，所以呢，讲起来呢非常搞笑，修行呢连两地的都修不起来。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内在的心已经经过百千万次串习，不断翻译在人物的境界里面。那么当妄动的力量已经极度加深的时候呢，就难以扭转过来。大家清楚，修行需要心跳肉，能有力量安住在正法当中。那么现在负面妄动的力量已经很强很强了，内在的心呢就很难相应正法，很难安住在正法上面，也就是说修一切的心都困苦不能成就了。一个人几十年在无余里面放逸，现在他还开始修行，想一下，一个人七十年一直在无余里面放逸，现在才开始修行，怎么让这股妄动的惯性力量窒息下来？这是相当严峻的一个问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调整过来。说实在，古人3天能做到的事情，现在的人也许3年都做不到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气息太盛了，连静念安下心来修行的定力都没有，几个月安于寂寞都做不到了，怎么能真正成就呢？佛法成了口头上的，迷乱的细细之灾，年年不断的自修，怎么会成就呢？现在的困难在哪里呢？我们就做个比较，以前的人呢，心很淳朴，没有很多的妄想，没有妄动成性，那么这样一修就能自觉相应，很容易成就。比如从道道观20个孝字，内在的心能够很好的安住在正法上面，这样效果就很大很大。而心里不断不断的妄动，不符合修法的要求，那就很难见效。同样修书圣的法，一天修10个孝字，也就是说600分钟，那么有些人呢能500分钟安住在正法上面，100分钟是妄念，而有些人呢只有100分钟安住在法上面，500分钟是妄念，只有100分钟安住在法上，500分钟纯粹是妄念，那么这样就相差很远很远的。何况从道到弯，心几乎都在妄动，根本定不下来，那就是成就变得非常困难，就是因为内心的障碍很严重。那么现在横竖的障碍都没有拿掉，修深层正法当然难以相应，修基础法也难以相应。是这样来观察我们内在世界，确实有这样那样种种的问题，但关于你不减真困难。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想，的确就是我们自己害自己，因为自己加深自己的贪欲心，那就非常糟糕。来世的顺处以及一切修行，包括让正式成就，严重的障碍就在这里。所以呢，佛说不见正看，确实有非常深刻的名言。从这些方面讲，确实伟大的道士佛陀，他有不可思议的一种慈悲心，也有不可思议的大智慧，才这样一步一步引导我们。每天就这样修行呢，就有希望成就真正的解脱，彻底戒除生死大事，
超出烦恼和业和感受苦的那样的一种凡夫身份。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干佛，的确就是佛发了不可思议的五百大愿，行出了三大阿僧七戒的菩萨六度万行，当成佛给我们讲这样殊胜的解脱的妙法，而且都是呢结晶要涅槃的最后佛讲的这个一教心，那就是想一下，真正你有这样的一种感恩心，你真正想修解脱法的话呢，你字字句句呢比什么都还会正心，一定要一教奉行啊，是这样的。这样大悲的道士佛给我们开现了真正的解脱光明大道修行的一个彻底，而且呢一个非常慈悲的母亲对这些孩子做教导一样，佛就是这样给我们做引导。所以呢道人一定要从法上面培养自己的道心，修解脱道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的。那么我们的心没有调伏，尤其是这个欲望性没有控制调伏好的话呢，后果非常严重。这些问题呢，这里佛就通过比喻再给我们讲，自己的烦恼一定要及时的调伏，否则的话呢，放纵烦恼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了。这个通过比喻来做这个妙处，所以经文上又说到，比如况香无垢，愿口得殊，腾跃错字，难可尽止，当即错字，福临放逸。这就是讲自心要及时，要过断，不要让它发展，关键讲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这个框架没有构之构筑，一旦它得势了，业经发出来了，要制住这股势力那就很困难了。如果在刚一发起的时候就用铁构构筑，那就控制了它，是它发不出旷境，就会乖乖的听话。那么这个就是讲对着我们内心禅语，要在刚闷色事就及时灌注，不然发展甚了就难以控制。然后再将怨剖得数，那么这个怨剖就是三乱王动的象征，这个书就是表示流程。那么心就是由攀缘六层而生起各种的气然，各种的恶行，所谓的故因不参，光有怨恨，没有书做说量也活动不了，光有书没有这个怨恨也没有活动者，源头攀到了树就上下跳跃，动个不停的。那么我们需要清楚，佛陀这样讲就是指我们翻覆的内在的心，一旦遇到了愚尘就不断的动转，如果没有遇到妓院，内在的心还很安静的。但是呢比如今天电视一看，里面什么爱心片啊、暴力片啊，又是兴奋啊、妓院啊、娱乐啊、这个中医啊、那个房产等等，内在的心呢就在如花八门的境界里面不断的升起贪婪心，没有看这些，虽然心里很淡顺很安定，那么一看因缘上去，真的是怨后得数，判怨不听了。那么七个孝顺意念愿受各种生坛城的境界，因发无数邪之往念，那么看下来心里已经撞得满满了，而且呢内在的心已经乱了，明显的躁动不安了。在这个时候大坐根本坐不定，根不比说深入什么禅定，连一个基本的平静都没有了。那么认识了这筐心是缘后，遇到心就会兴风作浪，所以呢在他刚发作的时候呢就用铁棒打他，不让他放逸。那么我们内在繁复的这个心呢又想框向，不能结构构筑，就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呢要及时对峙，不能放任他的势力强大了，就会难以控制，扔到了难以自控的时候呢是很可怕的。在那个时候呢明智不好，但已经控制不住了。所以呢大家需要清楚，这不是一天来的，最开始只是
很微小的意见，因为不明了发展趋势，没有及时的对峙，任它逐渐增长势力，最后呢会造成大的灾难，会造成毁灭的因素。什么事都是呢从轻微发展起来的，所以呢在刚一懵懂的时候啊就要敲鼓掌。那么这样观察就很明白，也就是说罪魁祸首原来就是自己心中的贪欲心，没有管制好贪欲而且放纵它，那么就会造成无量甚是过患，会彻底毁掉一个人。所以呢最可怕的就是自己内在的烦恼心。为什么修行要事事照顾自己的心呢？就是因为一切问题都是呢源于自己的心发生的，心是主因，所以呢要事事制服自己的心，不然他在无意当中贪怨以及妄动，那么这样来自心如在跳动不动的三昧当中。那么这里大慈大悲的释尊佛所说的当机错字无领放逸，那么其中这个机就是缓慢不得啊，这样的一个意思，错字就是尊重不得的意思，一定要把他的势力打下去。如果已经有很重很重的这个贪心，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克服啊，就想从牙天上了阴，要下狠心戒除，要把自己绑起来。即使呢因强烈发作，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克服过去。这个时候呢不能纵容自己，不然呢就会遭到毁灭之灾了。所以今天上面有说到，总持行者上任善时，自治移除无时不办，似乎逼求当起进京折服入信。那么这一段也就是再从真三面做观察，也就是说毁坏我们一切好事的，毁坏一切功德成就的是这个心。自己的心调伏好了，能自治艺术成就一切事也是这个心。所以呢大家需要清楚，万法的根本就是心，一切祸害是由它生出来的，一切的功德也是由它造出来的。所以呢第一个精要就是自负自己的心。这里说自治一处就是指得呢我念三昧这样的一个意思，无事不办就是能成就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自治移除就是因，无事不办是果，能够自治移除，后面的好事就来了。如果放纵自己，使得心乱了，不调顺了，以躁动的心就什么法都修不成，而且呢种种的烦恼业力都会造出来。所以呢叫做上任善事，它会使一切好事都彻底丧失，这是指事出功德的一个障碍。那么大家清楚，我们凡夫修行还没有到不退转地，就处在自身难报的一个状况当中，今天好好的，明天什么样子根本不知道。前面是一个好修行人一方中参与就垮掉了，以往的持戒啊、修静啊、文殊修功德啊、真念啊、慈悲啊、道心啊，全部会垮掉。但是相反来讲，如果能自心一处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能逐渐把自己的心调整过来，从过去内心不断起贪嗔痴生各式各样的烦恼，逐渐调伏好了，就会如万年三昧当中做什么事都能定住，那就无事不办了。所以大家务必要清楚，首先呢一定要得到这样一种相，有了这个万念三昧，也就是能够自心一处，那这就标明你的心调入了、看嫩了、有心力了。怎么说呢？
就是做什么事，内在的心都能定在上面，没有别的念头。比如我看书，就能定定的看书，从头看到尾，不打什么妄想，这样看书一定能看得好。行门也是安安静静的听，每一句话都从耳入心，文法也会成败的，思维就一心专注在主题上面。比如思维苦会得到苦的境界，思维这个无我空性得到无我空性的境界等等，修什么法心都能一眼专注，无死不成的。虽然这个夜妈乔普成了娘妈，他会带着我们去向无量功德的报座了。内心调伏好呢，就能发挥极大的力量，然后呢能一心投入在修清净的正法上面，就会起无量的妙用。所以大家需要记住，世上一切好事都是呢有心做出来的，一切的坏事也是呢有心做出来的。那么内在的心能如外面善昧，能自心一处，那就一切的好事都可以成办了。从现在一直做到成佛，无量无边的利益的事业，无量无边的功德都会显现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功过利害，就明白修行的重点是折服自己的空性。心是万善万惑的根子，如果没有折服它，就成了万惑之根，如果折服呢，它也成为万善之根。所以呢，一切事都要制服方意的空性。方意啊，是不理智的，是狂乱的。方意呢，就像脱缰的野马，到处狂奔。所以呢，事事要自知。法和魔是一小一丈的，修法的力量越来越强，正念的力量越来越大，那么这个烦恼的魔力就会越来越弱。所以好好修心，修也就是事事关注自己的心，心有妄动就要折服它，不能支持它，如果支持它，它就更加狂乱，关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最后呢就不好弄了。如果不支持它，顶多也就折腾几下，慢慢就会没有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比如扔这个抽烟，第一根烟抽上去不控制，再抽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等等，抽了几十根上了瘾，就会不断不断的抽。只要不断的制止这种行为，那么错乱的气息就越来越重，妄动的力量呢越来越大，而入力克服也会逐渐降下来。那么第一次戒烟，到烟瘾发作的时候呢，很难克服，非常的难受。但是呢，直到这是妄动力量的一个反弹，如果不去支持它，它本身无足作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咬紧牙关，克服过去。那么这样到第二次还会发作，但是呢，会弱化。越是不理睬它，就越来越弱。经过多次的克服，它就会逐渐逐渐弱下来。这个时候正念的力量呢占了上风，自然而然就能彻底结束。那么我们凡夫人的心都是如此啊，所有的妄动细心都是呢很多次穿袭来的。要想除掉细心，就只有严加观察自己。想看惯了这个电视，那是妄动的不得了，从小就开始看电视，看了几十年，看过上万次了，想一下细气有多重啊。要克服是有很大难度，以前谈惯了，东西一出来就像药，但是呢你能克制，不许助长它，它也会慢慢自信。本来这只是一种妄动，自信掉了，内在心比就治好了，自己心里的各种贪欲能一样一样的克服，最后心里的颠倒妄动全部都停息了，心就完全以正法相应，这就是随身解脱，这就是随身成佛，是清净的印象。
但这需要清楚，我们的如来藏是随因缘而变现的，也就是说，随着弥勒染母的愿就会变现圣智，随着这母清净的一个愿也会证得涅槃的。那么心已经调入了入在三昧当中，然后呢就是念诵清净的法，非常顺利的往解脱道上走。那么不这样做，哪里有什么解脱可得的呢？不必要还向的修行，就是要把自己身上混乱的种种的信息对着掉，不对着自己的信息，那么这个内在的心和正法始终就是两个，永远没有办法置身到佛法修行境界当中。任你如何禅宣说妙，心里的状况一直在随禅语摆设，那就自私奔驰正事，丝毫也靠近不了真正的涅槃了。这些佛一教经所讲的法义，确实一方面不可思议的佛结晶涅槃，对我们佛弟子讲的不可思议有很大加持力的一种教诫。所以呢，每字每句的法义啊，要一教奉行。我一直在强调，真的年轻人记性好的，还能记得住的呢，把这个佛一教经从头就全部背下来，背得很熟，然后呢把每字每句的内容一定要了达，了达好了呢，每天就按佛一教经的法义来修行。这个不是暂时一天或者一年或者十年，确实一生一世终身不需要修行的这样出生的一个法义。这个佛一教经我自己感觉确实加持力很大，看这个，然后呢备课的时候或者讲的时候，再去复习的时候，再去思维的时候呢，比以前呢天天一念佛陀的恩德的次数就增上了，而且呢就想今天成了佛的弟子，百分之百尽自己的力量，不管是自己学习佛法好或者是教的佛法好，就按佛一教经的教诫来修行。自己呢这两天虽然身体呢确实越来越差，尤其是这个冬天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啊，带的话呢阳气也不足，身体也很弱，连睡个好的觉都没有轻松的状态，但是呢内在的心里呢却感到这个伟大的道士佛太不可思议，说听不出声的教诫，今天我为什么不一教奉行呢？真的我心里有个魔障，就是我的烦恼，就是不好好修解脱道，那这个是彻底毁坏自己，彻底毁坏发生回命的一个魔王，就是我们自己的贪欲心。所以呢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控制它，跳出它，我自己有这样的一种下定决心，要好好的如理如法的彻底放下世间一切的追求。念佛讲的根树深，千千万万倍超过世间一般人快乐的那样的一种情形啊。所以呢生生世世可以真正的做这里利他，它的根本的因素就在转法上面，你要一教奉行的话呢才得到佛法的价值。所以呢今天的人得不到佛法的价值，就是他没有修行的一个目标，没有一教奉行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道者呢得不到佛法的价值。哪怕十方佛在一个人面前再怎么样也要开显解脱道，但是是否解脱就看你是否一教奉行，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我们对这样的法呢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而且呢年轻人呢能够背得下来就非常好，不管是什么样的年轻人，真正一发愿背这个佛一教经，那么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一个供养，也是我最欢喜的，也是最随喜赞叹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年轻人自觉的报名这样的方式来背佛一教经啊，这是真正的对你自己一辈子收获最大的一个教验的法义，我是这样想。所以呢仔细看，不过对年轻人来讲，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啊，或者是唱的这些流行歌曲呢，就好像不必要单独去想自慰，一下子记得就背得出来，那这个不可思议的道士一切智识大慈大悲留下来的佛一教经，如果你真的想修解脱道的话呢，我想这个这么短的一个经典背是没有一点困难，背这个经典呢没有一点困难。所以呢希望呢年轻的道门为主，要好好珍惜这样的法的价值，一定要得到法的价值，一定要得到佛法的力量来调伏自己的烦恼心。
那这一章讲的我简单做个总结。那么总而言之，我们好不容易修习了一点功德，要护持住，不让它失败。那么皆以见受境界自负自心即为关键，人自负不防正，才能报成功德，才能有进步。如果没有此些方正内在的心，马上就损坏一切的功德，就在现在就能看出修功德很不容易，失坏功德非常简单。我打个比方来讲，这样大家就更清楚。比如三个月很好的修进了一些功德，然后呢去一个度世，没有帮助自己的心，就像要好好的享受吃什么东西啊，玩什么，现在有什么大片，就方正去看，那么一天看多少大片里五七八照，在这个里面生多少意念、贪念、嗔念、三乱的邪念等等，那么功德呢马上就会使坏了。那么一个月下来，那天修道的气氛早就没有了。所以呢，每个人一定要折服自己的心，折服自己的心首先呢要从翻心下手，反思自己过去是什么一个状况，是什么一个去向，怎样气或造业由着甚至是怎么在逆乱干枯的路上走的。那么看清楚了之后呢，又要考虑我怎么来改正呢？如果心散乱在无语里面，不假灌输，在这个里面起多少非礼作揖，引起多少烦恼和业呢？这回怎样释怀功德，感到无量的苦，那这方面一定要考虑。那么现在转过来，如你笑出心心差别当，如你让心入在无二念三昧当中，无二念就是心住在一个说缘上，没有任何杂念，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佛在经上讲的自自一处，就是一心系在一个说缘上，等到心调整到常常心无杂念，就如呢无二念三昧。有这个三昧的成就，做任何法心都会升起很多很多的功德。所以呢，首先要调伏自己的心，调伏自心，又首先呢要把防疫在无语当中的心要彻底收起来。如果心能定得住，也就是说有调入不动的善念，那修任何佛法都会有成就，做任何的事都会升起很多的功德。这就是其做功德善念是这样的。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佛陀教诫我们的就是一个好的修行的方法，也是来让我们自负自信，得到三昧，依靠三昧，一切佛法的修行呢全都会大圆满大成就的方式成功的。而且呢，向许生起的很多功德永远再不推算的，修功德就永远不推算的。所以呢，我们平时说万事开头难，修解脱道一开始当然要经过一种苦心，或者说要去用佛法调整我们的烦恼心，肯定有个过程。一开始呢确实不容易修得成，因为我们就是无始以来流转在生死轮回当中，在无数个千劫万劫等待之间当中穿越了这样的颠倒的这种非礼作揖，而且呢很多很多烦恼和造了很多很多的业，而且呢感受过无量无边的轮回的苦。那么要真正的彻底要对付这些的话呢，不是一时冲动吃个快餐面的灌煎，在某一个道场住几天，然后上次说两下自己能够安住上一个大智大悟明心坚信的境界，非常不容易的。如果容易的话呢，肯定你老早就接触了，不可能无始以来到今天还成一个大凡夫的身份流转在生死轮回当中。所以呢，不要以贪心来追求至高无上的一些法门，对基础法尤其是培养道心这样一教心所讲的内容根本不重视的话呢，不说这辈子，连千劫万劫都不容易得到修解脱道的一种功德。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调伏自心，对治自己的烦恼，不要太放任
自己的这个心在无意当中放逸，否则的话呢，千劫万劫都没有办法再修解脱道，真的呢可以说彻底回怀八生魂印了。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从佛法调成自信的上面下功夫，这个非常重要。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